这里没有钱怎么样？你干嘛？我们这里没有钱。蛮突然，你用音乐去增加他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太 over 了。因为他那个状态已经蛮好了，你可以垫在后面一点点。这里没有钱怎么样？ 就突然的，你说收掉的地方吗？对。哦，你说是转那个弦。哦，这样。 这样会不会就是没有我们刚刚在里面聊，就是说希望这里有给他一些比较旋律的。 是的分身，然后里面是他的内心，所以那个铁门很重要。当他靠在这个门上面的时候，他拿着枪抵着自己的下巴，他在犹豫要不要开枪。其实我觉得有音乐反而会引导观众想，走向某一个方向。老实说，说把你带到哪一个方向？多近？不是。 现在问题是连做音乐都不晓得那个方向是什么，然后怎么带？那应该今天要摊牌，摊牌说实话。当然，如果这部片要我选，我不会做配乐。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今天说实话，因为我不会，我不晓得怎么配。嗯。我说真的，今天老师就把那个盖牌摊开了。